老婆，天冷了，吃个热乎的，来个八爪鱼。哇，又做这么一大锅海鲜啊！再来个熬包肉。哇，小两口又整这么一锅海鲜啊，这也太香了吧，馋死我了！快，赶紧也给我来200块钱的。大姐啊，你要200块钱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200块钱不就那几包海鲜吗？在咱们家这一招用不了，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哈，就能买到满满一大箱的。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。嗯，好嘞好嘞。哎，大姐啊，这个啊是咱们家的扇贝肉，三包大个蛋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五包400克，两包酱的深海章鱼须，两包无壳乌泥沙的花甲肉，再来上两包酱的蛏王肉。等一下，今天给咱点红心的朋友再送两只黄金熬包肉。那行，满满一大箱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.9，还包邮呢。哇，这一份这么多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